全球暖化，气温逐年升高，让无法装设空调的一般厂房作业环境更加闷热难受，导致从业人员工作效率低，人员流动率攀高。开放式厂房无法装设空调，导致工作环境高温闷热，移动式空调能随时移动到热点，快速降温。排热管向上排放热气，冷风管传送冷气，塑造舒适环境，也能透过配件组装，让冷风分流至多处降温。移动脚轮设计，机动性高，方便移动至需降温场所。免施工，省去繁琐安装流程。机械式面板操作更简易，比电子式面板更耐用，不易故障。风量集中，导风管集中出风，针对局部区域降温。导风管采软管设计，可动性高，能够任意调整方向。快速降温，出风口温度可降环境10到15度。内附集水箱兼具除湿效果，减少机械设备加工零件与产品受潮，塑造干爽舒适的环境。亦可接排水管直接排水，多款机型可依不同需求来选择应用，也能选购各式配件搭配使用。移动式空调能快速让人员、设备与制程降温，各种开放空间、工厂或无法装设空调之特殊场所皆能使用，应用范围广泛，适合多种产业。杰恩提，为你创造舒适凉爽的工作环境。